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这个教程呢，是一个长脸也能画的睫毛眼线都飞起的丧田妆容，艳阳玉草妆。前两期视频里面的妆容就是它，这个也是它，这个也是它。感兴趣的话，咱们就开始化妆吧。棒。基调用的就是上一个妆教视频里面 Blank Me 小银河，我说的完全是我的取向。仔细看的话，它这个前面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翘起的，这个创新的网纱款比海绵的容量大，千万不要像按海绵那样很大力的按，要不然就会变成这样，就轻轻的按就可以了，粉膏特别好取出来。棒棒棒。因为要那种丧田丧田的妆效，所以特地选了一个偏白一点点的色号。这个防晒值挺高的，持妆效果也不错，特别适合春夏带出门补妆用。遮瑕力度也还可以，而且不干，我这个混干皮用着感觉还挺水的。脖子这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色差，用素颜霜补一下。这个素颜霜是很润的那种，然后手背不是很黄，一会儿还要上修容。它一会儿不够亮，用这个定妆粉再提亮一下。用透明的散粉按压定妆。拿刷子扫掉。丝芙兰的这个刷子呢，好用，就是贵。妆容重点，眉头竖起来的野生眉，飞起来的眼线延伸眼头，下移美瞳线，炸起来的睫毛，鼻头画短翘，缩短中庭就画好啦。Bobbi Brown 的这个盘子的眼影很低调，它里面主要有两个色青棕黄和偏紫两个掺在一起，这样一个锥形眼影刷，从眼尾开始大面积的晕染，一直晕染到眼眶，眼眶后面。眼睛下面，但是要注意这个区域它不是全眼眶，这上面这一条加上这个眉弓骨是要空出来的。嘴巴有点干，找一个小一点的圆头刷，加强一下眼眶的轮廓。用小刷子上完色之后，再用大刷子晕染开。然后我们眼影先放一放，先画眉毛。我想画那种漫不经心、放荡不羁、超级减龄的野生眉，但是我自己的眉毛基础不太好，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最后拔掉了一大撮眉头的眉毛，看起来才舒服点。蘸取这个重色，先画在眼尾的睫毛根部，再慢慢的晕染开，衔接上眉弓骨后面的交际纹。我感觉我粘假睫毛就没怎么成功过，想要那种假睫毛的分量的话，就一定得要巨浓密又带纤维的那种。这个刷头一看就是很浓密的，这个手柄到刷头距离比较短，很好控制。再用它白色这一头嫁接一下睫毛。还能更长吗？
不愧是泰国第一彩妆的睫毛膏。除了这个睫毛膏，我还找来了它的眼线，要画出迷离的妆感，就在半睁眼睛的状态下去定点，然后从中间开始慢慢的一点点填补。因为是起飞的眼尾，为了不要太过于拉长中庭的比例，整体趋势偏平就已经有翘起来的效果了。不要幻想着一笔达标，不是产品不好使，等练个800遍的，什么眼线你都能一笔画出来。因为眼睛的这个地方是有褶的嘛，像这样子睁大的趋势就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想让它这个线是直的，这样睁开了上面这里定一个点，闭上之后再把它连接上，看起来就是平的。现在眼睑这个地方向下扩大，地方画一个像美瞳线一样的，再根据这条眼尾画出开眼角的效果。原本的眼头是到了这儿以后，哇，跑到下面来了，我要把它向前延伸，半闭的状态。这是上面那根线，然后再把下面这一根线也给补上，把里面这些空缺补上。把前半段的内眼睑顺势填一下。Miss Tan 这支眼线笔是黑墨色的，里面也有小滚珠，水顺，很适合这种妆容。这个眼线现在放在这个地方跟眼影有一些脱节，我们现在再用深色的眼影让它们两个融合到一起，用一个小的细节刻画刷，主要做一下线眼睑、美瞳线和皮肤的过渡，眉弓骨与眼窝的转折线向后拉长一些，画成一个瘪的椭圆形，这里加一点点阴影，然后呢用高光去提亮。这边呢是只画了眼线，没有做那些，看起来这个眼线就是挂在这儿的嘛，这个就是嵌在眼睛里面。修容的时候注意过渡眼眶和山根，鼻头在画出掐捏感的同时，在鼻尖的部分稍微截断一下，让鼻头看起来短翘一些，再加深一下人中。下颌骨的修容打在这里是为了画出捏起小下巴的感觉。稍微小一点到面中。搭配这个妆容唇膏也选了一个很少女的颜色，这个是心动系列的 A03， 薄涂稍微粉一点点，厚涂偏橘，覆盖度还挺好的。好显色，滑滑的那种，挺润的，完全不显唇纹，不是个丧甜的妆容。为什么这个看起来这么 fighting 呢？稍微模糊一下嘴唇的边缘，这么滋润的唇膏，这个沾背度还是挺不错的了。下手真实怕碰坏。小金钻 A 系列的暗纹是这种超细格子的， S 系列呢是漩涡状， S02 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龙妈色。哦，刚才那个就够润的了，这个比那个还润，比 A03 的这个稍微要再偏粉一点点， A03 比较橘。这个妆容就完成啦。这个牌子之前我视频里面没有出现过，所以在这里试个色，一共是12个颜色。我们从我们什么顺序呢？这样子的顺序，稍微有一点点飞，这是个珠光，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哦。Her unwinding， 哦，它的稍微重一点的颜色真的很高级，是有点飞。哎，飞就飞吧，颜色好看啊。延展度还是挺不错的。从
从这里开始到下面就是这个盘子的试色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你别动啊、哦！那衣服能整好了。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我咬了个大蚊子吧，毒蚊子吧？嗯，毒蚊子。开始了啊，高兴点啊！哈哈哈，妈妈。